不要站起来，哎，旁边一点哦。院长可以帮我们说一下做这个决定，谢谢大家，不好意思啊，谢谢大家哈，不好意思，谢谢大家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哈，谢谢，啊，小心小心，谢谢，啊，小心，谢谢谢谢，小心，周玉蔻逼宫吗？小心小心，谢谢，大家谢谢，谢谢，院长真的是要让王立川，小心。谢谢，谢谢，院长要不要说一下？刚才我们国语他还很期待跟您一起合作，谢谢，会不会觉得很可惜？谢谢哦，什么时候做？小心小心哦，你们后退要小心。什么时候做？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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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上周日做节目的时候已经想好要请谢谢吗？谢谢，还是今天知道没有院长才请？谢谢哦，谢谢。小心后面哦，小心哦，你们后面后面有楼梯哦，没有逼宫这一件事情吗？谢谢谢谢，有楼梯哦。小心，注意注意注意！有人卖掉了哦，有人卖掉了，小心一点哦，谢谢。小心，小心，谢谢大家。谢谢。我们去投副院长的票喽。谢谢。来，小心。谢谢。后面的，谢谢。后面的，谢谢。小心，小心。小心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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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尤锡坤院长，他从年轻时代那么投入党外民主运动，那他过去的牺牲奉献这么多，那也是我们民进党的创党的元老之一嘛，怎么到他临老最后一战，要给他这么难堪呢？我这是我看不过去的地方了，所以谁跟我讲什么都没用了，这些真的是热人哦，因为最起码的做人嘛，不是吗？对不对？那对方是什么用意目的，他能看得很清楚嘛，对不对？以后也会就是天天来监督这个院长有没有准时来上班嘛，因为现在很多人都说民进党会说特别来监督院长。对啊，我在想说哦。要让院长他们，自重嘛。我相信当上院长后，他们也会有很多自我的期许啦。那我再一次强调，那绝对不是我的工作哦，因为选民选我是来监督行政官员，是来推动我们国家的政策法案，所以立法委员的工作很清楚。那我是执政党的立法委员。当然，我对我们执政党的政策，我必须捍卫，必须维护。但是七分的维护捍卫，也要有三分的监督嘛，这是最起码的，因为这是这个工作的天职啦。我相信我们越来越多选民，包括我们绿色深绿的选民，其实大家看得懂哎，大家非常清楚。哦，尤其像我这一辈的，我们从党外。一路这样子打过来，我们更是这种感触更深了。哦，我简单讲五个字啦，恨铁不成钢，就是这么简单。哦，所以所有这些斗争，我想到此为止了。吼，啊，网军那些也不要再什么了啦，够胆出面来嘛，不是吗？我瞧不起那些网军呢。委员，那他们昨天怎么糟蹋尤锡坤的？尤锡坤在为台湾民主运动付出的时候，这些网军你人在哪里？有的还没出生呢，你看把他羞辱到多难听。我觉得这是很可恶的事情。尤院长是个人格者啊，他什么他都没去讲别人半句啊。我们党敦请他出来，以他的辈分资历。他代表我们党来角逐这一次立法院长，既然是这样子，敦请他出来，怎么表面上敦请，背后羞辱他？这算什么？哦，那周玉蔻他在第一时间还火速发文。哦不，我不想讲没有格的人，我只评论有格调的人，没格的人，我不想评论他。好不好？但传出说，就是接下来好像就是赖那边就是有安排说，如果有官位的话，可能可以给尤锡坤。你觉得这是适合的吗？我不晓得有没有什么安排，这我不清楚。但是我了解
也由习坤院长的心境，由院长我三个字评论他，人格者嘛。你看他经历过一切，高高低低，为我们台湾奋战。你看他会在意那一点点的官职荣耀吗？对不对？那每个人要的只是一个起码的尊严嘛。为什么到他临老最后一战的时候要给他这么难堪呢？我的意思是指这样。哦，太阳星全校克斐尔益生菌，我吃了两三天，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，睡得好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，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。因为太阳星全校克斐尔益生菌，才让我认识到克斐尔益生菌它是由多支菌种的益生菌所组合而成，不仅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正常运作，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，相当强大。你知道吗？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，称它是神仙的礼物。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，克斐尔益生菌不仅帮助肠道健康，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，所以维持肠道菌丛的平衡是解锁身体健康、精神健康的钥匙。对帮助睡眠、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，也因为这不是药，有季节敏感、代谢困扰、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，选择太阳星全效克斐尔益生菌，做好日常的保养，身体健康没负担。每日克斐尔，时刻美好 ，Good Feel Feel Good，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，输入推荐代码有额外的折扣。